创二点。哎呦，我们的战绩要宣布一下。好，这个单元从开题到现在呢，晨晨队喝了60大杯。哇！蓝队喝了45杯。啊，厉害耶！倒了15杯之多啊！他这么多啊？他们记得他们记记嘛，随便讲讲的。他们认真。但是我觉得我喝个蛮多的啊。嗯。这每个单元我们都要下去，没事这个单元。多少都要喝到的。嗯，好了，看今年会不会你们再多加2杯，好不好？嗯，来看2杯的表演实力如何。我还有新朋友，也不知道会不会的。廖晓彤同学，英英，魏武，潘傻迪，李梦泽，可爱。怎么又是这一场？哎呦，杨思达，阿诺，龙心彤，刘宇柔，王仁甫。来，晨晨队先攻就位。行，来了，黄金组合，来挑3张不要的啦，不要的。对，三哥，那我他旁边这张，再一张，再一张，来，看看第一个不要的题目的类别，还好，还好。第二个，阿健老师，哎，没有。很重要哎，没有用啊。老师，我你要叫，你要叫潘若，人家也是白眼。不会啦。哎，你真是最后一个队友帮我演。哇，演着都被淘汰了。还有队友吗？对啊，没有吗？没有了，就这5个吗？对啊。所以阿健老师在里面，阿健老师在里面，队友好吗 ？OK 的。抽到一台就知道了。对，对不对？戴耳机向后转。好，来过来抽签。哥们的哦，好。Merry Christmas。来，圣诞节快到了，抽个绿的。好，圣诞节抽绿的。绿的，对，绿的。红色、绿色，圣诞节。真的是抽绿的呀。对呀。要抽一下，要先抽红的。圣诞节。红的过年嘛。红的是过年。过年。这什么？冬暖夏凉。冬天冬抢。冬虫夏草。冬令进补。好，来，讨论30秒，4个字哦。我可以演冬，我想到了，我演壁咚，壁咚，哎，壁咚可以，静静，哎，那我演静好了，静静，你要静可以，静理呀，静理，静理可以吧？静理还是你演静门，你要开门吗？令啊，令还没有来，哎，对啊，令我来，我想到九令，九令跳舞娘，哈哈哈哈哈。包公那个令，哦，令好，补嘞，补什么好？补你演不少，补少，那你演进，那你要演什么都可以，好，我来，就这样。啊，你休息啊！讨论这么热烈，结果下来休息。准备哦，来，不要聊天，不要聊天了，来来，你是我的演 ，Ready Go！ 哎呦，转，你看看，哦，壁咚，壁咚，笑咚，壁咚。壁咚，来，这两个字其中一个字，壁咚。包今天，包，阿坎，哇，这么早？口头啥？判刑，是不是？士兵，不对，过去，哎，看来了，哎呦，哇塞，不，捕手，上球的捕手，好，我给了解了，来。讨论30秒，计时。很清楚。哇，那是地或东，对不对？地或东嘛，然后。这是敬礼。他刚刚是讲敬礼。啥？到今天。OK， 知道。我知道。怎么快？这么快？这是地或东嘛，对不对？这个是敬礼嘛？这个是捕手嘛？进补嘛？中立进补。狗头铡的那个，他那个令牌，就这么简单。你在想什么？会不会是进补啊？谁菜龟？来，动力进补。太强了！又矮又坏眼。哎，那你刚才抢分，真的很难。你们刚刚看得懂他演什么吗？他的令不清楚了。令，我的令柱演得太完整了，但是那个令没有演清楚。演太多。嗯，他想要演包公的那个令牌。来，换位置，2分啊。进补太简单了。换位置。换位置什么？徐梦泽跟魏如猜。我们两个猜啊，好不好？可以的，你们可以的。好了，请坐。你不要高兴，搞不好你们是5杯的喝完还不知道答案。你们猜完都是会猜题了。戴耳机，向后转。演的还不错。嗯。就另看另。来哦。谁抽？蓝的吗？对。什么
什么？完了三个字，毁了。陈啊，好字好大。陈什么？陈六感。六感。六感。就三个字不好意思。好，来准备要演的哈，来计时三十秒。你一定要演，你刚才没有演。这样就好了，演过不就干嘛？他一定要演，不敢。我觉得，对，我觉得都是我。好，你很多可能爱不完嘛，对不对？我们都会变成爱。救！你有想法吗？救什么演？救什么演？溺水去救他，救三元。你要先演溺水，然后你要再去救他。你演。但你要演自己，你要救还是被救？对，你要吹口哨，好不好？就这样，就这样很好。敢。敢面团，好，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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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个是郭富城，郭富城你爱不完，是爱不完呢，还是跳舞，还是郭富城呢？爱，是爱吗？爱。然后第二个是溺水吗？天天年年年年到有缘，溺水救命，救命，救命有可能，救命，那这样就两个救啦，救我，这是题目吗？有可能哦，陈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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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选一杯，没有。你坐着，我跟你服务，怎么样？我跟你讲，很大气，我来选，然后他喝，可以。好，选一杯。哦，第一杯好了，第一杯。好厉害呀！那就先来，先喝。哇，好大杯哦！来，哎，你最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我最近补一下，火大，火气大呀。慢一点，帮你多喝一点。喝，很苦。我想说喝一小口就好，一小口就这么苦，你像个男人好不好？就跟娘们一样啊，当个上人，不能哭，看到没有？不能打倒，因为他规定要两个人都要喝，不能被规定，不一定，没有规定，有时候可以一个人喝了，没有规定，没有规定，有时候都是好，来看提示，自己看提示哦，看完了就只有看提示，看完只有15秒啊，15秒。三十秒，哪里看得到？告诉你，哇塞，书里面看得到，书里面看得到。三十秒计时，书里面看得到很多东西。干什么？转过去，这是我要说的。本来就是啊，你要不然你告诉我在哪里看得到？到处都看得到。大故事吗？不是，我不能讲到处都看得到啊。我觉得我这杯白喝。三十秒。我跟你讲，我是把你缩小范围了，到处都看得到。到处都有一种书叫百科全书，它什么都看得到。两个提示给你，到处都看得到，书里面看得到。来，三十秒。干什么？我觉得第一个他不可能是那个歌迷，一定是郭富城。第三个是其中一个郭。好，比如说郭好了，或者是陈。陈。然后第二个溺。不会溺的，溺或救啊，一定是溺水，不然就是救人。他只有这两个动作。对。陈陈哥，你是对你爱郭富城啊？那歌叫什么？对你爱不完，对你爱不完。那歌叫什么？郭富城。他的歌也是有很多。二一，又有富又逆，富结义。富，寻梦者知道了。我觉得福禄寿，福禄寿。不是，等一下，哪里看到福禄寿了？我看到我有谐音，我们常常会有谐音哦。不是，我知道。可是溺水，第一个沉，然后第二个，因为我刚刚讲第二个不是救就是溺嘛，
对，但是逆想不出来有什么第二个字是逆的。好，所以就是旧成就成逆，爱情使人成逆。但是我不懂最后一个到底在干嘛。那最后一个是什麼按摩、啊，最后一个是什么？马杀鸡啊？感吗？哪里有感？他在削萝卜、啊。哪里有感？你告诉我哪里有感？感子。答案是。对啊，他在削萝卜。哎、我知道他那个面粉撒下去擀面，对不对？我知道了。所以答案是什么？因为他拿起来搓，他撒下去、啊。可是书里面怎么会看得到这个东西呢？成就感为什么？书里面常常会写啊，为什么不会写？可是看完之后会很有成就感。我是不知道啊，我想到处都看得到，那你不是范围更窄？对，对不对？还是书里面看到福禄寿？我为什么那么爱福禄寿？你答案是成就感。真的吗？成就感 ，pass。Y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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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威如，你是白痴吗？威如，为什么骂白痴？效果是效果。什么叫福禄寿？这什么效果？你教我七朵花，你告诉我。瘦怎么找他？答案呢？答案啊！是不是啊？成就感。瘦怎么跟我有关呢？答案很重要啊！对，好，所以他们得到三分，只用了一杯哦，攻守交换。概念上拿到三分呢，应该就只赢不输了，尤其又只用了一个题。我们要赢之后，两题都。没有没有，都喝到苦茶才有办法。我可以过去，我不想跟文琪一起。哎，不要这样。我觉得这样压力很大。我很少上节目没有贡献的。我不是怕他，我是怕你。假的。你怕的是我。祝你规划好。我跟你讲，我正在猜的。这个单元喜欢会想的人，可是最怕想太多的人。你懂意思吗？你就想太多的人了、啊，就不要想太多。请选择三个，三个不要不需要的提示。你可能，你可能太多，不需要的三个。好，不要想太多，分别拿三个，快速啪啪啪。阿健老师吗 ？Yes， 哦、，Yes， 棒棒，是什么？哇塞，这还好，没有用，没有用啊，没有用，因为不见得会提示正确。对对对对，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哪一个字，他可能就会讲那一个字。哦，对，很好的。哇，这么小聪明，小人之心呐。等等等等等，我懂成哥啦，是 OK 的。啊，这很好，真的好。一等一。哇塞，对，这是最好的，最好的提示。对啊，这个提示很好。第三个他不需要的。第三个啊，这也蛮重要的。我们还有演的，反正演的题目都是可以再加的、再纠纷的。还没有抽就答对了。对对对对对，还没抽演的人答对，那你就演的好重要。两位，我还不知道答案吗？你戴耳机。对对。好，我压力好大哦。请收题。这个前后而已啊。好，开心。好。怎么抽怎么赢的。来准备，五个字，五个字，你是我的眼泪。哦，多几个字猜出来就好了。Go go go！ 第一个是夹，把心夹夹夹夹夹。哎，没有，三，夹挤奶挤奶，喝奶喝奶。三，挤奶喝，没有了奶啦。母亲，来，很重，举。健美，送，推，我有答案了，我有答案了，等一下，我有答案了，等一下，我有答案了，等一下，我有答案了，看完，你跟他的应该是跟德有关系，德，心，心心，什么？这是什么？烂透了，这什么？奶哥生气是常有的事。你吃大便了？这是我的问题吗？你是哪一队啊你啊？我跟你讲哦，不要再让我生气哦。不过这次连脾气温和的晨晨都大动肝火。你没讲是谁猜得到啊？猜得到我随便你。不过你几个字又不讲，我真的不玩了。我也不想玩，我也不想玩。到底是队友太笨，这两人中年战火，超火爆场面即将登场。天才冲冲冲！这个前后而已啊。好，开心。好，怎么抽怎么赢的。什么？詹姆斯庞德。是吗？詹姆，真的耶 ！James Bond。我一个人演就好了。我一个人演就好了。每个人都演这样。都演一样，对。各位，不能，你不能就演这个角色。对啊。
好，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要演专，好不好？这样这样对不对？这样可以不可以？那不行。赞。哇。好吧。来，请讨论三十秒计时。三将。这比较简单。三嘛。三。三母。母呢？母乳。啊，也可以。母牛。母牛了。母牛。母四。大力士。会变挤奶啊。大力士不会。是可以吗？大力士。四呢？这样可以吗？是。不可以。不可以。大力士。也可以。是。也可以。是也可以，但是就对啊。士兵，他们是庞，还有德，膀胱，膀胱不能死，螃蟹可以，就好了，螃蟹，好来，这位，得分，哎，干啦，怎么在？我要去那里，把握时间，我会 Q 你们定出，我怕那个人不知道詹姆斯彭德是谁，他知道，真的不会知道，到了。真他不会知道啦，我只知道就好了。哎，什么话？那一人猜就好了，真的。那猜三问题干嘛？不要做效果的吗？真的，他不知道哎。好，行，我们俩过来吧。哎，一二五个字啊！来准备。五个字，五个字。你是我的眼，Ready。哦，多几个字猜出来就好了。Go！第一个字，夹。哎，六。三。夹挤奶，喝奶。女生，奶喝，没有了奶啦。母亲，来，很重，推，我有答案了，等一下，我有答案了，看完，他的应该是跟德有关系，德，人心。什么？难过，什么？什么？可是后面来一个星星，不是你是为什么他举重？我是大力士吗？还是什么？他大力士，我看到是打死大力士举重，第二个是母亲，没有，那他是什么？奶真的喂对奶，詹姆斯巨星吗？母亲不是，我觉得他们陷在一个框框里面，那大力被举。最后一个是这样，这个单元一定要会写。最后一个是这样，你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住了。当然，我觉得我刚才詹姆士庞德，因为我前面詹姆士庞德是单，庞德是，可是最后的那个很重要，哪个？哪个是单？很重要，他不像德啊。对啊，那心真的。当然是哪一个？那个眼睛这样子，没有一个人看得出来，你还知道？竟然没人看得出来。当然是前面真的是詹姆士哦。前面应该是詹姆士，詹姆士庞德。五个字，詹姆士庞德，确定？确定，是詹姆士蔬菜。Pass。等一下，你知道詹姆士庞德是谁吗？就是那个外国人啊。外国人演戏的，演什么戏？啊，他应该是搞笑的。搞笑，对不对？看到吗？奶哥真的好了解詹姆德。奶哥，等一下，干嘛？你刚才。什么？我们真的全场没有人不解释。好，你刚刚在干什么？没有人看得懂啊！我跟你讲，我要下来演的时候，到时候我知道了。我不想演了，你没有敬业精神。不要这样，我没有那个容易放弃的处女座。不是，因为我想你一定知道了，所以我们就不想演了。可是你会影响我，我有说，那刚刚到底在干嘛？我就把詹姆士那个厨师去想。我们没有看过这么荒唐的表演。什么意思？干什么？不是，我真的想演。我一听到说我知道，我说不要演了。能不能搞一下？德，你要怎么演？德，你要怎么演？刘德华吗？得分啊！那我投球啊！得分啊！不过没有，最后有这个就有，让他变成詹姆士庞兰。看一下答案是，你看。真是不公平啊！他都不知道他是谁。詹姆士庞德就是一个在国外搞笑的艺人。对，得2分。
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我们要一个换位置，有机会出落二哦，来。会换位置，得四分，没有他吗？好，老，我跟奶奶才行动了。哇塞，其实字越多越好猜，字越多越好猜，因为出来几个字就中。来，前后转，先戴耳机。等一下，就全部。好演啊！不要说我知道，我知道就不演了。超有来，题目。只有一题的。哦，倩女幽魂，还有别的吗？没别的，应该是简单。对啊，倩女幽魂嘛。简单应该是啦，轻松轻松解线，轻松解线，一个字，哎，不是线要怎么念？请派代表30秒准备，线怎么念？请讨论。勾芡，勾芡，用那个用，就用那个用那个用，为什么？因为用啊，用不能有水形，用水形不可以，不能有水形哦。混呢？混沌，嗯，包混沌，包混混岛，混岛，灵魂出窍，那给你演，给你演，你会。欠欠勾欠，欠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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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女呢？来，请回，请掌声。严格执行。他们喝两杯提示，我们就赢了。你是我的演第二题。开了。哈欠，累。哈欠。欠。尿急，急急。男比啦。男厕，女厕。啊。你。人家点头啊。他点头。又。晕。倒晕。晕。晕。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真的。是吗？看到了吗？对不起，对不起，他有看到灵魂出窍。你看到了？真的吗？真的有阴阳眼。真的，阿诺。阿诺有灵魂出窍。他刚点那意思不是？30秒计时，哎呀，好恐怖哦，恐怖哦！第一个是真的假的啦？啊，看灵魂出窍厉害哦，对啊，看就知道，好厉害，没话讲。第一个在干什么？打哈欠，灵魂出窍，哈欠，打哈欠，打什么？哈什么？打哈吉，哈尿，哈男，哈旁，哈拉女神，不要乱讲话。右，好像会猜到，会猜到。右旁，阿旁，阿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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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贝冷气，哈子，帕，哈贝冷气。你不要干扰我。你干嘛？答案是，让我说吗？来，下面的，翘。阿庞不是张文琪，在这关都还比你有用。阿庞，张文琪还有提示。阿庞乱叫，怎么叫？你就从头笑到尾。阿庞，怎么叫？阿庞又叫。喷。来，给一个提示。阿庞又叫。他再喝两杯，我们就赢了，各位。我们不可能跟他平手的啦。来，选一个提示。你选一个。还是要一次两杯也 OK。第三个。一次两杯，给你两个提示。第三个好。第三个。第三个中间的。中间的。来。没有，他说答案。答案。哇，这个很重要，好不好？你我会让你喝吗？你觉得我会不会？会。会啊。会。我们都觉得你会。我是这样。是啊。不是啊。哎呦！哪个好怕？我没有，如果是张文琪，肯定就他。你看到灵魂出窍，我怕了。你很尊敬有阴阳眼的朋友。对啊。是。到底什么窍？窍。阿健老师。啊！完了。现场的朋友，还有全国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听听看，阿健老师他进步了没有？第一次，请听。弹完了，弹完了。阿庞乱叫，阿庞乱叫，阿庞没有阿庞乱叫了，那阿庞乱叫，姚元浩怎么办呢、啊？来，再听第二次，请听。哎呦！什么？哎呦！第一个不是啊，不是第一个，他是那个什么？哈吗？哈哈哈！打哈打哈欠，在右边，右边不要做表情。打
哈欠，欠欠旁，欠什么翘？欠侧，欠什么翘？欠什么右？欠侧右翘。欠，我们完全干扰。欠肉活该，完全干扰。欠，欠钱不还。再喝一杯，我们再喝一杯就赢了，各位。啊！答案是喝了啦，欠男又翘。答案是欠什么右？对，欠尿。欠越王勾欠。答案是答案是倩女幽魂魂吗？魂吗？还是翘？你都看到人家怎么翘的？哦！哎呦！是吗？哇塞！你真的看到灵魂出窍哎！你是我幽魂耶！倩女幽魂啊！呦哦呦！结音啊！确定。厉害厉害厉害！以后常常来，好不好？哇，来都来都来，你已经肯定了这个，来都来我这一队。我刚才讲男厕女厕嘛，你下次一定要在我这一队。为什么？你表现太优秀了。太优秀。因为我看出来你灵魂出窍嘛。优秀。对，答案是什么？灵魂出窍。倩女幽魂啊！灵魂出窍。倩女幽魂。倩女幽魂。pass。答案正是倩女幽魂，受不了啊！两边都要站成平手哎，怎么会站成平手呢？三比三，恭喜平手。阿诺那个黑眼的很好，真的。幽魂幽魂的，跟我们刚才那个其实差不多，就出来跟进补是一样道理。感到灵魂出窍。恭喜站成平手。稍微休息一下，赶快回到我们的天才冲冲冲。好，第三圈 A B C。好了，英文小教室，老师准备。老师准备好了。是。今天呢，要考考大家。Egg in your beer。哎呦。鸡蛋在你的啤酒里。那就是有人在开玩笑，想找死啊。鸡蛋放啤酒里，鸡蛋放到啤酒里。哎呦，这是一种壮阳的好东西，会不会？有没有人有想法呀？这是什么？可能是什么意思？有想法。来，森达橘子汽水。其实我们这个哈，看到这种谚语，我们先不要慌，不要慌。英文不外乎就是 A B C。是你慌还是我慌？不要慌。好，我们先把 keyword 掌握。对 ，beer 酒 ，egg 蛋。对，很明显就是比较淡的啤酒。什么？我出去斩了。不要担心，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我会剪掉。鸡蛋在你的啤酒里代表什么意思？它其实呢是在讲一个人非常贪心，很固执。怎么会这样讲呢？为什么？其实你刚刚有讲对一半哎，因为它是二战期间的，那时候就是流传，你只要把鸡蛋放在啤酒里面就可以强健身体。有，对，多人发现喝过。对对对。可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两个东西都非常的珍贵，哦，你在物资对那物资缺乏的时候，你还想要同时有这两个东西，就是过分，得寸进尺，弄头青骨的。好，好了，来。奶奶的先攻，就位。奶奶队已经就位。三之一题派出来的阵容是这样的。嗯 ，OK 的，很棒啊。我们压轴。对。好，廖雨龙当头棒，向左转，戴耳机。来，请抽屉。抽屉。Bucky， 抽屉在哪？难一点的吧。Bucky。什么？一二三 ，A B C， 第一题 ，Ready， 上班上班 ，Go， 出货 ，Kind of a person，He will put anything on the outside street，So then other people cannot parking car， 完了，所以你们 other people cannot parking car，Everybody can， 完蛋了，完蛋了。你是哪一队啊你啊？算了，算了。超失控场面下段登场。张文熙又出新招啦，录到一半竟然喊暂停。哎，完了完了。Two words, two words. In classroom, in classroom, I go to where?我去哪里？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要再从自己喊暂停的。谁商量 ？I
go to where? I go to 前面啊，前面忘记了，忘记了啊，好崩溃啊！天才冲冲冲！什么？哎呦，眯一下，猜一下，这什么意思 ？Road rage， 路很宽的路。Rage 什么意思？安全岛吗？路啊，不能讲。当然不能讲 road 啊。对啊。准备。Yes, try ABC 第一题 ，Ready。Go. Towards. Kind of person. Kind of a person. He will put anything on the outside tree.回来了，回来了。Other people cannot 还有五秒。Parking car， 完了。慢点。Other people cannot parking car。Everybody can。啊，完蛋了，记不住了。宇宙海量。罗星河加油，罗星河。第一次啊，录这个单元呢，总是比较哎，干嘛不互动啊？哎，对不对？大家交朋友，不要这样子，好玩就好了啦，对不对？那得整理一下，他到底为什么要讲说？忘了啦，三句忘两句了。因为停车的地方啊，还有很多种地方啊，它不好看。为什么要来了，给我的杨森达来了，各位。对，一二三 ，A B C， 第二棒 ，Ready。完了，我忘了。Towards， 两次来。你不要讲。Any， 任何。Any people cannot parking。任何人不能停车。Yeah。好，哎，对，很屌，你刚才很屌吗？还有自信吗？对，梁志来，这个很少哎，他九岁，然后九岁，哎，因为你刚才的表情在弄给奶奶看一下，怎么这么快？把你刚才的表情给奶奶看示范一下，来一遍。第二传 A B C 第三棒 ，Ready？ 对，刚才自信，要专心听哦，专心听哦。Anybody no parking here? Okay. Everybody no parking here. Yeah. That's all. Nobody parking here, but you parking here. No, not me. Anybody no parking here. Two words. Everybody no parking here. Okay. I know. 哎呦！哦！他真的有听清楚哦，还有听清楚啊，很多神救援，厉害啦，拉杆。最后一棒拉杆拉得惨啊！一二三 ，A B C， 这一棒 ，Ready？ 冷静 ，Go！ It's very simple， two words， 很简单的啊。Everybody， 两个字 ，No parking here， 每个人都不停车在这里 ，But just you parking here， 只有我停在这个地方。Yeah，So you are what？ 所以我是什么？每个人都不停在这边，我停在这里，我是 two words。How many words？ two words。好，三十秒，好好思考一下。每个人都不能停这边，只有你能停这边。对啊，这是谁？这是哪里？这是哪里？是非常简单，这是哪里？三十秒计时。这是哪里？这是哪里？他看你，他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是哪里？人家就是什么？没有，我要先想一下刚才。我们看看说他们前面传了一半，他能不能想到？两个字非常简单。然后这里。它是一个地方，没有人可以停在这里，只有你停在这里。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你可以停在这里？这里是哪里？你有残障专用格？也不是啊，漂亮。哎，只有你可以停。快了啊！他们想象力，他们想象力都是很厉害的。那我们虽然只有讲一半，但是我觉得还好。最后两棒是奶哥跟人。他们很会，哪一段？哎，哪一个格子？有没有帮上忙吗？那是哪里？没有。等一下，重点没有讲，他是哪里，还是他是一个人物，还是他是一个？这个很重要啊！警察局门口常常看到。所以啊，等一下我们要避免他猜的是人、事还是物，否则看他就会晃混晃。对，没有人可以停在这里，对，是只有你可以停在这里。对，警车。哇塞！看前面。我刚才不应该讲。时间。我们不是要干扰，可是好像不对哦。这边，我看的表情，我觉得是不对哦。哎，等一下，现场五秒倒数，五、四、三、二、一，路霸，来了，路霸，差不多，这地方哎。确定是地方吗？我们不要提太多，好了，不能真的不能提太多。来，我们救不了你了。
因为他只能有改一次答案的机会。看前面，五秒倒数，哦，最后一次机会，三、二、一。我觉得人警车，我觉得人虎猜得到，因为他太聪明。车，人虎一向是很聪明的。喷，是大便。问题吗？耶！是我耶！你跟他们互动什么？你跟他们互动什么？你跟他们互动什么？啊！你跟他们互动什么？没有，我刚讲完。你刚刚讲完，你说路霸，我说 you're right， 我还讲 you're right。你好棒！我笑听到哭泣。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那个吴孟泽都是你参加了，你们互相走了。我没有，我没有看过处女座这么笨。来，对，他也处女座。处女座，我太丢客气。你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讲说，我看大家表情这样。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你人家这样说是个地方，你还这么跟他们互动？你是哪一队啊你啊？我跟你讲啊，不要上节目老搞这些，像那个叫什么立冬的，这弄个喷个花喷个水的什么的，要搞这些干嘛？上节目专心上通告，弄这些来干什么？我想说啊，专心听啊，没事带个烧饼来。火烧，对啊，没带个火烧来干嘛？好厉害哦！好，现在答案就是 Roll 吧，好可惜啊！来第二题，请换位置。来，你们玩。那个放过去了，放过去嘛！还有机会，不要放，不要放弃，不要酒囊饭袋，酒囊饭袋。我来讲，我觉得我讲不用不用不用，可以，我不要再看到。来，给你把他拉回来。给我，给我，就最后一棒就好，难得一次，杰哥来玩一下吧，快点！我跟你讲哦，不要再让我生气哦。好，江宫折罪的第二题，好了，王府的代表作，会不会是告别作呢？请戴耳机，好好选，选难一点的，你在挑礼物吗？挑礼物，好，先简单一点，简单一点，来，简单。诶。什么？Sequela，Sequela，不知道怎么念的。Sequela，好像药名呢。啊，后一阵了。Sequela，什么？Sequela，好难哦。医学名。听说王仁甫要学。哎，我可以换一题吗？这很难呢。我们只有第三题才有两题选一题的机会，这个很难呐。按照大会的规定是这样子。是这样的。哎，我怕我是最后一次来，哎。我很紧张，你们看到最后刚那个人已经火成那样了。一二三 ，A B C， 第二题 ，Ready？ 来 ，Three words， 三个字。It's a sick， it's a situation。一个 situation。When you're very old and your head plug pipe is broken， and after few years， your hand will be shaking。我的头。What is the shaking mean？ It's a sick。Block， 那个隐蔽哦，偷跑，完了，傻眼了，我靠，好想真的来了，吓我一跳，一二三 ，A B C， 第二棒 ，Ready， Go， Three words， 三个字 ，Is someone is sick？ 什么？有一个人生病了 ？In my head， 你的头。Blood tube， 我不知道 pipe， 我也不知道 pipe， 你妈，like， 过了三秒，速干的 blood， 缝 ，yeah， 血爆掉 ，yeah， and I start shaking like fool， 你抖得跟一个笨蛋一样 ，yeah， 你知道是什么吗？我本来知道，后来他讲我就不知道，要唱 A B C ready。Three words. My head. 你的手。Head. 你的头。Blood. 爆了。爆。头爆了。I shake like fool. You shake like fool. I'm sick. You're sick. Yes. I have disease. You are the sick. I'm sick.
啊，不错哦。我的胃好痛哦。啊？紧张到胃痛。I sick like fool. You sick? You always you always like a fool. 一二三 ，A B C， 最后一棒 ，Ready？ Go。Three words。三个字。My head。你的头发。My head。哦 ，head。My head。嗯。Floor。错了。Oh。And I'm sick。你摇。Yeah。And I sick。I'm sick。我知道了。大笑。真的假的？厉害！前面线索算不算少？对，线索真的很少。就看阿诺，稍微有点。因为从他的蛛丝马迹来了，蛛丝马迹，我能够听到头，还有破，破了，还有摇，有没有？对，啊，应该是头皮屑啊。我不知道了。好哟。前面的，前面的。来，四五三二一，法如雪，他好会哦，洗头哪个真的很会推？不要拿这一套，一定不对的。他太了解四五三会推什么样的方向。也没讲吃的、用的、喝的、穿的，有没有？又没有讲，永远都不会漏。他只要船漏掉一些东西就没有。对啊，主题方向漏掉。It's a sick， 一种病。哦啊，没有关系。哇塞！怎么那么 sick 都没有啊？有啊，我跟我讲啊，我说 I'm sick。我也 think。sick sick。好，时间长，再给五秒。有一种病。四、三、二、一。完了，他知道。有了，有了。我心太软了，不会摇。那就帕金森啊。哎。手也在摇。哎呀，朕理解了，我怕这一辈子永远都当皇上。一种病，帕金森会痒。帕金森是症，来生是头会痒。你说是？但是会痒。Bro， 五、四、三、二、一，还不是个人呢？帕金森 check 羊癫疯，确定？没别的，羊癫疯。什么音效？哪个还是厉害？潘，哎呀，他会想题目，他很会想题目。可以听仁甫哥讲。王仁甫，没有人知道答案，你再讲一遍，十五秒计时，预备，开始。Three words， 三个字。It's a sick， 一个 It's a situation when you old， your head pipe is broken， and after few years， your hand will be start shaking。What is the shaking means？ It's a sick。你没有答案吗？状况，你没有答案吗？你有答案不是？你有答案？他也不是状况。你那个答案什么？后遗症。后遗症。你答案什么？肾上腺肥大。什么了？你可以吗？三个字，三个字啦！你算术有问题。后遗症。可是后遗症不是病啊。对啊。他说一种 situation 啊。对，他肾有讲一个。也不是 situation， 对不对？他就是一个，因为很难讲。答案是。后遗症啊，对啊，所以很难，它是症状嘛，它是一个症状，所以我要 it's a sick。第三题，请换位。后遗症真的很难啊，是你讲的不好，不够好，不够好，不够好，讲的我很努力了耶，太难讲。对了，可不好讲。后遗症好难。来来，谁面上？没有信心，没有。来张杰，张杰起来。来，有龙，有龙，没有信心了。我猜。我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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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快来，快来。张杰，我讲。哎，他第一棒会错的，来换一张，换一张。想怎么站这？你站这里就好了。为什么？你想玩吗？就好了。没有，你等一下就听哪个讲啊。阿诺，阿诺，我跟你讲，你现在呢，你就把耳朵捂住。对。然后我们啊，你们两个一起猜。好。有没有？对，看谁。这样子好不好？那个把耳朵给捂的啊。哎，这还真的多一个垫子啊。不用，大家给他一个白板写答案吧。要捂好哦。要捂好，捂起来。还可以这样破例的。不，没关系，我呀，就算你讲完整的英文，你讲完整的英文给他听，他也不知道答案，他听不懂。好，从张文琪以下向左转，请戴耳机，请坐底，二选一，应该会蛮难。后遗症 ，is a sick。什么？哇，雷卡，雷卡 on the table。
卡片放在桌上是什么意思？ Play cards on the table。什么东西啊？把卡片放桌上是什么意思？摊牌。摊牌。啊？哎，这个解释很好。过脸的意思吗？哎，聪明。哎呦，聪明。来看看这个。对，牌刷的好。摊牌不好讲。不好讲哦。对。不好讲没？对，还蛮难的。另外一个会讲到字。哦。Hallway。Hallway。Hallway。hallway 走廊，走廊，这也不够，这也不好讲吧。教室外面就是走廊啊。教室外面，所以有见鬼了。教室外面有很多东西，有花圃啊。对啊，洗手台，洗手台。那哪一个？走廊的地方有走廊。他说这个哦。好。要这个哦。摊牌不，不要这个。难了。真的，摊牌太难了。嗯。第三题，最后一题，第一棒。Ready, go. Who were 两个字。Use.There in a classroom. Oh, 我在教室里。Yeah. Yeah, in the classroom. In classroom. Very near classroom. Very near classroom. Yeah, you walking in where? 我去哪里？ You walking in the where? You walking in the where? In very near classroom. 歪掉。In classroom. 哦，我听得懂，但是我不会讲。哎，他英文进步好多。英文进步好多，好棒。我们也不耽误你时间。一二三 ，A B C ready.哎，完了完了，two words, in classroom, in classroom, I go to where? 我去哪里？在教室里我去哪里？等一下，要再重复你喊暂停的，才三秒，还进步很多。才刚夸你进步很多，你我这个天都背不起来，这我读。好，来，不行，把耳机戴起来。等，把耳机戴起来。我再讲一次，我要哭了。表示我进步很多，拜托。海哥最挫折的一次，准备。我尽量。第三题，第二次。你可以的。一二三 ，A B C。Poor 两个字。You stay in classroom。I said 你不用重新听懂就好了。我知道我背不起来。OK, you walking very near classroom. I walking near classroom. Yeah. I walking near classroom. That is where. That. 这样清楚了吧？对不对？哎呀啊！快！快！你想要？快吗？快吗 ？Yes, I'm ready.Was I walking near classroom? I walking near classroom. I go to where? I go to where? I in the classroom. 我嘿，对，就是哎 ，I in the classroom. I go to where? 我不走，不要走，我在这环境，那我要去哪里？打开路好了。一二三 ，A B C ready. 两个字。Two words. Two words. 两个字。I in the classroom. 哦，你在教室里面。And I go to where? 我要去哪里？哎，再走，再走，就这样子。我去了教室，然后我要去哪里？还有三秒。那个合作社啊。Again。去买便当。I in the class。有警告。厕所吗？没有，梁普，你这个在学校里面常常会做的事情啊。看电影。我哎呦，干嘛啦？你为什么会有耳机啊？我自己带的，无线的。你们一起听，一起听。好。一二三 ，A B C ready。面露难色。Go， 嘴巴。Two words， 两个字。OK， when you in the class， 你在这里。And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你要去哪里？I think maybe it's a place， 一个地方。I don't know because they just told me the two sentence。啊？你 go to you in the class，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when you in the class， 两个人讨论三十秒，计时。两个字，你在教室里会想去哪？上课还有考试。教室会想去厕所。
可是如果厕所哪个应该就不会这样讲。去教室旁边。如果是教室的话，是应该是跟学校有关系。对。Class 还是 Club Class？ 他没有讲到是谁。哦。都没有讲到。学校就那几个地方啊。对对对。你们太去脑部教都没有讲到是人、地点还是事情。我在去哪里？在教室里头。你可能是要去做劳动服务啊。Club 学校。可是如果被你要去学校教室的话，他应该会说当你去学校，他不会说你在教室。你应该不知道答案。所以那我在教室里，我要去哪里？我不讲话，不讲话。会不会是 club？club？club？ 我要去一个地方。是不是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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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里面。阿顺去哪里？两个字。When you sit in the classroom， 你要去哪里？ Stay in the classroom？ 做什么？ And then？你待在教室里面，你会想要去哪读书？但是等一下，你待在教室里面，你会想要去哪里？除了厕所，除了翘课，不理主持人倒数就算了。你是不是马赛亚的？哎，我很 walking， 不是，你会跑去哪里 ？Where are you walking to？ 我为什么？走廊，走廊，走廊，走廊。答案是，不能去哪里，不能再讲了，我只能讲，五四三二一，走廊什么地方呢？答案是走廊，到底是哪里？到底到底，你下课一定会去的，不是？答案是，好了，厕所。听哪个讲一次吗？如果错的话，当然了，错。那刚刚我说是什么？我想听哪个讲。没有，哪一个没有讲？我想你们没有人知道答案，哪一个讲？你干嘛？来来，组长任计生，干嘛听我的？拜托了。You stay in a classroom。我在教室里面。OK。嗯。You want go to the classroom？ 我想要去。You very near classroom。You walking in where？ 厕所。走廊。走廊啊。走廊，走廊就讲走廊啦，走廊啊，他讲 walking， 他就讲走廊啦。哦，还好，乃哥有一个重点你没有讲到，因为在学校里面老师不准人在走廊跑步。跑步，你只要说不要在走廊跑步，就他们就会知道。是不好猜了，不准跑步。就是，走廊。他们没有得到一分，非常可惜。今天呢有两题差一点，动手交换。加油！答对一题，答对一题 ，OK OK， 就一题，答对一题就好，答对一题好，还没有答对，还没答对，不用先开心，对，不用开心，我们再加油半年，啊，不要加油，加油就没效果了。你什么都听得懂，就不需要待着，就可以出国了，你知道吗？我刚刚已经有讲出来，但是说不出来话。你又会讲话，你可能到那 CNN 去了啊。来笑什么笑屁啊！啊笑我们吗？凶，来个爆出来，这么凶，好爆！好好猜啊！好好好啊，好不好？好好猜啊！啊，抽。啊，红色，吉利。简单吗？一二三 ，A B C， 十五秒。开始。Two words， 三个字 ，Made by Iron。Iron， 钢铁做的。钢铁人，钢铁人。Part of part。电影《钢铁之心》电影的一部分，《钢铁之心》啊。You can use cover the pot。哦，你可以用在停车场的。好，不屑水神进大发雷霆。When you cook， 我煮的时候怎么样？三个字嘛，对。Part of the pot。三个字嘛，对。Three words。Three words。好，干什么？干什么？我要确定啊。没有，我觉得我刚刚少了一个东西。你没讲是谁猜得到啊？很简单，随便，这么简单，讲那么多，如果有几个字又不讲。天才冲冲冲！啊，红色，吉利。什么什么？哦，这是碗，什么东西？烧锅嘛。力。啊？好火！简单吗？哦，这很简单啊！哇塞，这很太简单了，题目差太多了，太难了。这个就一个物品，那太好讲了。OK， 不要讲话了，待会好好干扰，好不好？好干扰，人家都会听，你都会听人家的。我们狂干扰 ，OK。来，电锅，但不让他们猜。不要讲话，来准备，一二三 ，A B C， 15秒。在干嘛？开始。Two
Edward 是 made by Iron。Iron 钢铁做的。钢铁人，钢铁人。Part of part。Part of part。电影，钢铁之心。电影的一部分。钢铁之心啊。You can use cover the part。哦。哦，你可以用在停车场的。Part of。用在停车场。钢铁人的，还有时间到，时间到，还有我们是林才科的，我怎么做这种事情？钢铁人的片段，这钢铁人的故事，来预备，一二三，第一十五秒，哎呦，我讲都被他听到了，耳机拿下来了，他可以，开始 ，OK， two words， two words， made by iron， made by iron， yes， 钢铁人做的， if you cook， you can use it， cover the pot， cover the pot， yes， 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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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园， it's a part ofHot, ho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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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 pot, hot. One, two. 哦，有没有一秒的时候？零零，第一秒的时候就很准，时间到就不准时。待会你再看下一个，没关系，我们还做三分。那种电影情节太难了啦。来喽，传话的时候不要干扰。OK OK， 最后一个才干扰，我们要做到这样公正，好不好？好，来准备，你干什么？绑头，绑头发，对，绑头发，要弄那么妩媚吗？不需要嘛。开始来，一二三，第十五秒。Okay, two words. 两个字。And it's a iron. Iron. Iron 用这种铁。And when you cook. 我煮的时候怎么样？三个字嘛，对。Part of the pot. Part of a pot. Part of the pot. 哦，一种锅，来。三个字嘛，对。Three words. Three words. Three words. 啊？干什么？干什么？我要确定啊！什么叫确定？你讲完了，确定，确定，刚才不确定，你现在确定？我一直在问他，为什么不打？我不懂。那结果他输了，输了。他应该想要怎么？他有困难。来讲话，干什么？为什么？来，一二三，比十五秒。大家的脸都那么茫然。开始喽！开始喽 ！I think it maybe is cool. Okay. When you cook, it's a kind of a kind of pot. 一种锅子。哎呀呀。Two words. 两个字。I don't know how to say. 锅子很多啊。A kind of iron. Iron man. 钢铁。零号 OK。对。钢铁人用的，哇，厉害了。是因为他那个还有动作。是电，是个很难。是两个字，应该在煮饭用的锅子。那个发光这样子的。那什么不粘锅平底锅？哎呦，哇塞！焖锅，三十秒计时。砂锅，对，砂锅不是铁，砂锅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对不对？锅饭用的锅子，锅子，对啊，恨铁不成钢，锅，铁，钢，不要干扰吗？你不是会干扰吗？不是，因为那个谐音的关系，音太像了，然后漏了。他这样不行啊，他们这样不行，一定要那个动作，那个动作一定要出来。对，我们是讲他刚刚讲，应该在厨房爱尔兰，因为动作跟整个事件都没有出来，没办法。为什么？动作电锅底锅底锅，哎呦，一定不是，一种动作，哎，搞不好叠对叠就故意讲出来，让我觉得不是。这就是做节目的厉害。饭锅，二，一，用锅子不是。饭锅它也有机器，它不是纯。时间到了，刚才他有问，他有说三个字哦，但不见得是两个字哦，我不知道。在家里都有几个字中间没被突破哦，听到没有？很常看到啊。哎，而且其实才那就什么锅啊，不粘锅。那它有很多的材质都是那个，大部分压力锅是这样，对。平底，他只有说到其中某一样，字传错他一定猜不出来。对啊，字数不对就猜不出来。对啊。有可能两个字，有可能三个字，这什么烂提示？两个字、三个字，厨房里面多少东西？材质很重要。厨房里面多少东西？对呀。答案是平底锅。平底锅，啊，给它喷下去。我会多问你几个字，为什么不回答我？因为他在想，他有没有讲好？对，我刚才想讲对吗？很明显是不对啊。再讲一遍，来，你说往上来，讲给他听就好。哦。没有，我觉得我刚刚少了一个东西 ，cover， 我少了一个 cover，part of a cover， 盖，锅盖啊，你没讲的谁猜得到啊？你的鬼才猜得到的。一个锅盖子 cover， 猜得到我随便你，好简单的题目，很简单，随便，这么简单，讲那么多。根本不讲一种锅，菜煮菜的锅，谁知道是什么？因为我刚才一提到那只锅，又一个生气了。来，你也不要玩了，下来吧。我真的不玩，我也不想玩，我也不想玩这么简单的东西。那你这么简单呢？送分题耶，叫 cover on the hot。然后一直问你几个字又不讲，还有讲，还是开始做讲两个字。后来我要确认呐，他们因为我在想那个
对 ，cover 不说，哎、欸，这题真的是好简单哦，好简单哦，我都觉得锅盖对不对？对，对啊，对啊，来。来锅盖，对啊，好简单的，超简单的。来换位置，超级简单，完全不需要形容。哎，怎么样？不录了再，那就算平手了，好不好？还在录影啊，来快下。下一题喽，好啦，可以的，可以的，不要。下一题，下一题。音上来，三哥，三哥，音上来。孟哲，来喽，死活讲清楚哈。准备，戴耳机向左转。哇。哇，闷透！来，锅盖，锅盖太简单了，没有猜对，可惜。超简单的，好开心呢、哦。干嘛？快点啦，你挑礼物啦！哇塞，这个了，这个了。跟别人相亲啊？跟女人一样，犹豫不决。图、欸這個、啊！太简单了啦！什么 ？Today？ 对对对，今天。今天。对，我还以为是炸弹，会看错。是天，是谁？头顶，头顶，头顶，头顶哟。马屁，好难哦。哦，这个有点难。哇，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有点难，这个有点难。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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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恭喜，恭喜，这个不好讲，这个不好讲，这个不好讲。恭喜，恭喜，抱抱抱腿，抱抱腿。第三题才可以换，是吗？对对对。那我可不可以把那个机会先用掉，让后面的不要换？这题很简单了，不难呐。很简，不难的，不难的。往往到。你要形容我们演艺圈一个人就可以了。哦，谁？谁？谁最会？这只有他知道，好吧？来，准备，要穿 A B C 十五秒。那已经没有。Three word. It's kind of person. 一种人。Yeah. This person usually nearby boss. Boss. 在老板旁边。Yes, he always say, "Oh, boss, you are so smart. You are so good. You are so good." Just like assistant. 不是吗？助理。The person always say that you are so smart. 你很聪明。You're so handsome. You're so good. 很爱拍马屁的人。I don't know. 随从。零了，零了。说什么？零了，零了，零了。你看，零了哈，零了哈，零了哈。大家讲话。老板旁边看好。拍马屁的人。来，准备。野传 A B C 十五秒计时。Two words. 两个字。Kind of person.Kind of person. Yeah, near boss. Near boss. Yes. Always kind of person, near boss. You are smart. You are so good. You're smart. Yeah. Two words. Kind of person. Kind of person. Yes. Nearby boss. Kind of person. Nearby boss. Nearby boss. You're so smart. You're good. Kind of person. Nearby boss. Kind of person. Nearby 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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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Boss. Smart. You're boss. A kind of boss. Tom. Oh, 是面包. Very smart. Kind of person. Kind of person. Nearby boss. Hi. Very smart. Kiter. Kiter Boson. Kind of person. Kiter Boson. Kind of people. 野传 ABC 十五秒。人民 two word 两个字确定来 cat people cat people cat people nearby boss nearby boss yeah you say you very smart oh you say you very smart very you say you very smart yes and then that's it very smart OK 来准备哦这题我们有一种觉得不用干扰不用干扰，完全不需要干扰。他们自己干扰自己，不要这样子好不好？要发挥你们的功能啊！真的，太僵了。不干扰就是最好的了。你怎么知道会跟你老板在什么地方 ？Very near boss， 泰特波森 ，smart 秘书，会在一个地方。凯特博森都出来了，他应该是秘书吧？靠近老板的旁边这个，你觉得会这么简单？对啦，凯特博森刚才出锅盖，下出秘书。现在下一题要出拔蜡，哎，拔蜡不好讲哦。拔蜡怎么不好讲？香蕉你怎么拔？对啊，对啊，有纸怎么讲？里面有纸怎么讲 ？Very new and a banana is a good friend. Banana is good friend. 香蕉拔蜡 ，always stay behind banana. 哎，我们在聊我们的，你赶快想啊，时间到了不客气了。看几秒？嗨，对。三
觉得这个单元主持比较好玩。陈哥，你可以的。好，那前面应该不是 care person， 应该是 a kind person， 一种人。然后呢，他应该是一种 career， 应该是一种职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类别？哇塞，太厉害了！然后 very near boss， 所以呢，靠近老板旁边的。他必须到，我们都不需要帮他做任何的。陈哥这样讲一定会猜对了，他会猜对，往这个方向没错。就是这样，抽丝剥茧啊，就是在老板旁边。很聪明的，除了保镖就是秘书的，在老板保镖不需要抽。哦哟，对，保镖会反应快，真的。对啊，我们不用垂死挣扎了。答案是，太厉害，秘书，秘书，特助啦，特助，应该是特助这种题目，好厉害哦！我也是照念而已、啊。哇塞，你跟阿诺真的是同一家公司哎！从第二回合，我们三个人都是同一家公司。从第二回合的第一句话就错了，是三个字。第二回合第一句话就错了，三个字。从他开始的第一句话就错了。我刚刚听到是两个字，他一直想成是那两个字，因为你想成是助理。我跟你讲，你就这一题跳舞就好。我告诉你，不是这一题啊。这一题只要讲三个字，后面照讲就知道了。对，这题很简单。来，预备，开始。Three words. It's kind of person. Okay, kind. 我就知道 kind person. Okay. Yeah. A key person. Nearby boss. And the person always say that, "Oh, boss, you are so good. You are so smart. Oh, handsome. Oh my god." Yes.拍马屁，因为你们俩都在演马屁精啊！你们俩你不能演，知道吗？这个单元不能演。我演啊！我本人就是这样，我不是演的吗 ？Oh my god！ 我在演，我有在演吗？我讲的是事实吧？哎，快拿出来，快快快哭出来了！拍马屁吗？错，马屁精，拍马屁是一种人啊，马屁精吧？就是马屁精啊！对不起大家，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有希望啊！你永远不会知道地雷是谁，你知道吗？哎，不对，不要这样子。我们刚才录了三题，我也很气啊，干嘛？来换位置。是哪个超级？不要玩了，不要玩。严哥什么？哪个严哥什么？哪个现在是看好戏的心情？时间到，当然污啊。我们都你知道，你知道。我们也没有多讲。想一下，想一下，魏如很强啊。魏如进来，潘若迪下去休息，天一下去休息。来，戴耳机向左转，过来。看不到。奇怪了，他们都错在三个字讲两个字，两个字讲三个字，啊！哦，来，一个传爱 B C， 十五秒。Towards. It's a kind of feeling. It's a fail. It's a fail. It's a fail. A man looks like very honest. Very honest, but never say truth. Always lie. But looks like very honest. Looks like. So how you think? Yeah, it's a fail. It's a fail. Okay.失去这无脑自白，进入五五六六其他团员。那五五六六又来了，哎呦，跟鞋子已经跟全国同胞承认了，五五六六就是一个无脑的团。等一下，那是他个人言论，所以应该是他个人无脑团的个人上。而在经过一阵厮杀之后，人府和孟泽竟活到最后。所以说嘛，我们每次都会玩到最后，所以无脑的是谁？不要这样子吆喝，直接跟孙鞋子讲来。来这边，来这边去。天才冲冲冲！奇怪了，他们都错在三个字讲两个字，两个字讲三个字。真的？啊？自己对，干扰自己对。我们这都不需要干扰哎。哇塞！什么 ？False。False。笨蛋。False。False。哦哦。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哎呦，海螺，很简单啦，怎么样？海虚，海虚，海虚，三个字，海虚，海里面东西太多了，他们猜不到。虚，虚虚虚虚虚虚，不要讲话，很容易会错音，不要讲话。哎，来，一个传爱 B C， 十五秒。Towards. It's a kind of feeling. It's a fail. Feeling. It's a fail. It's a fail. A man looks like very honest. Very honest, but never say truth. Never Always truth. lie. But looks like very honest. Very looks honest. like. So the how、feeling. you think? Yeah, it's a fail. It's a fail. Okay. Fail. 时间到了。The fail. Fail 就是 fail 就是
费尔就是那个人的名字嘛。对了，费尔啊，费尔啊，费尔干什么？干什么？好了，对不起，对不起。来，也传 A B C 十五秒，几个字知道哈？知道，不要再提醒你了。好，他知道几个字？几个字？什么字？出来！还有听到我们讲的 fail， a man looks very honest， but he didn't say the truth。A man looks very honest， but he didn't say the truth。就像什么？哎呦喂！ But he didn't say the truth。什么的表情紧张 ？Fail， the fail。他没有答案。零，有没有？我都是零的时候啊。哎呦，我相当想表现，看到没有？没有啊，表现相当想表现，来哦，准备，不用紧张，不用紧张，也传 ABC 十五秒。Towards， 两个字。Towards， yeah， it's 那个it's fail， whatever， fail， okay， fail。A man looks very honest， but he didn't say the truth。Again， A man， 一个人，一个男生，他看起来很，他看起来很老实，但是他都。哦 ，OK。时间到，一个男人有哦，不要讲话哦，来，来哦，一传一，十五秒，就传一点。Towards one man and he looks like very honest, but honest a man who look very honest, but he don't say the true words. 两个字 ，Yeah, two words and the guy don't say something true, but he looks very honest.哦，哎呦，哇塞，很厉害，十五秒，一秒都没有浪费，真的，哎呦，很满哦，十五秒，很好，来，三十秒计时。哪种人？他看起来很老实，可是他都不讲真话，他都讲假的。哦，这什么人啊？这种不是人，这种职业，这种职业真的很老实。这种职业不容易的，不好讲。通常都是男生嘛，通常都男生做这件事。说喇叭的啦，服务业，看起来很老实，是不老实啊？业务，两个字哎，难讲，这个很难讲。所以他有，我常讲，因为重点哦，只要一个字到就可以了，嗯，对不对？没有讲到重点，讲八个单字都没有用。对，他是在说形容词，还是说？他就搞不到方向，不是你在说他这个行为，因为他在推销的时候，他必须要包说谎嘛，对，这个职业比较困难，比较少讲到这个职业，这职业很少讲。他看起来很老实，可他其实不老实。时间到，什么职业？看起来老实，不好讲，难，难，这个不容易哦。装疯卖傻的人吗？装疯卖傻，中庭吗？不是，两个字，这个是中庭，中庭，中庭。看起来很老实，但其实不老实哈。哎呀，我没有答案哎，没有答案，我没有答案，那么容易啊？哇哩咧嘞！看起来答案是滑头，很滑头。哎呦，是滑头吗？这不是，滑头再是，好像都在形容王中平。哎，怎么差这么多啊？看起来很老实，但是他讲的应该是狡猾吧？狡猾，哎呦，他不到狡猾，狡猾哩咧的。哎，刚刚谁他妈滴口水滴那么多啊？这两个字对不对？嗯，最后五秒，几个字啊？四、三、个字，一，狡猾，喷。啊！到底什么？我赢了！耶！不要那么没出息。一题都没答对，就希望别人没答对。哎，可是我们至少都讲到答案，不要脸的一群。Towards a kind of feel， 哦，一种感觉。Who a man who looks like always honest but never say the truth， OK， always fake， 一种感觉。Always liar but looks like so honest is what kind of feel？ Towards 一种感觉，什么？是一种虚伪，欲拒还迎的。可是虚伪，很多字都会来，答案就是很多虚伪，虚伪在哪里？ Kind of feel， 好，零比零，太好了，还好，大家不要生气，都一样笨，好，都一样笨。来，我们休息一下，现在更简单，先传，冲冲冲。来，请单元，跳跳跳跳。
溜溜又来了，哎呦，就是硬来，几乎都一定确实。血血池，他为什么要血？为什么要血池？他们有齿可以血吗？哎、欸，不要这样子，他们上次队长来很强的。他们有队长吗？有鞋子哥，那个早就散掉了。等一下，所以我们明天每次来这里也都撑到最后啊。哦，所以有问题的可能不是我们哦。你们都没有拿到，没有拿。孙鞋子已经跟全国同胞承认了，五六六就是一个缺无脑的团。我跟你讲，所以如果我在前几题就挂，那就代表。五五六六是没脑的团，五五六六是没脑的团。停停停，那是他个人言论，所以应该是他个人无脑团的电视上的。所以现在接到宣传的好不好？来，好，欢迎，哎呦，这位新朋友周雨天。好，欢迎各位。疾风来临，小飞侠，恭喜恭喜！这是你的首张国语专辑，对，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全创作，对，叫做你，然后在10月30号已经发行了。You 几首歌？里面有六首歌，里面六首你专辑，六首都是你创作的，对。我太夸张了，这太夸张了。主打歌叫做所以我离开跟你，很快就会有第二张了啊。Y O U 周雨天，来谢谢。接下来也是现场的两位，廖晓彤、英英，请出列。我的舞台剧要再演了，不同的不同的，我们我是疯狂电视台，是我们全民大剧团的首创的一个作品，演了100多场，创团作已经演了136场了，两场，这是全民大剧团1月16号的两场，对，然后我们是大选版，虫虫哥跟赵哥都会演这一次，还有盛芷如大哥会来客串，哇哦，我们继续看下去。演一辈子我也会了哈，啊，来这边，这是同一部戏吗？2016年新年就快乐啦，这是跨年场，对，12月31号会跟现场的观众朋友一起倒数跨年，在哪里啊？在台北城市舞台有郭子乾郭哥，还有夏敬亭夏哥，他还有一个是六点是否？如果你想要到101啊跨年，或是你是早睡早起的人，你可以就是先感受一下跨年的感觉，再去看演唱会，对对，再去看演唱会。哦，也是两场，非常的特别。12月31号，全民大剧团两出戏，谢谢大家，谢谢。好，来，可以休息。我们就位来，好，各位就各位，我们最后撑到最后活最久的那个人，就把那个扫地机器人带回家。哦，耶！要挑战主持人吗？还是要吧？好，挑战主持人，要挑战主持人，要的要，还是要挑战主持人？是的，好的，好不好？最起码取得那个门票啊！题目。八人身形啊，题目是什么时候会做这些事？冬天，夏天哦 ，OK， 好，台湾宝岛四季如春，但是什么是冬夏会做的事情？听好了，好了，预备，跨年，跨年，拜年，溯溪。你不懂溯溪，我不知道溯溪，你不懂溯溪，对不对？溯溪呢？就是看到谁就往下跳，他刚说的那个叫做寻短见，那不了，他那不叫溯溪，那叫投河，那不同。溯溪就是沿着溪流往上游走，很多地方会有石头要攀爬啦，要渡河，是不是？好不好？好。哦。下流走。来，对啦。题目是什么时候会做这些事？什么时候会做这些事呢？冬天还是夏天？溯溪，很好。滑雪，划龙舟，泛舟。三只。你看，溯溪两个同样又同样。泛舟是什么？泛舟不懂。我知道，有泛把它煮成舟。有没有玩了？你你虽然不玩，可是不是负责介绍的，怎么解释？哇塞，我要参与感了，讲这么话，我问到以前呢，那个饭啊，泛舟你知道？啊，秀姑兰溪、老农溪啊，泛舟一直滑，啪啪啪急流这样子，好不好？花莲那边，而且冬天是枯水期，没有人在泛舟，夏天才会泛，好不好？那。好了，不要吵了，正式记录。好呀，不要叫这个正式记录了。是
来，题目是什么时候会做这些事？冬天还是夏天？嗯哼，泛舟、吃姜母鸭、吃刨冰、吃雪花冰、围炉、要抢哭。香菇吧，你又不知道了吧？你有没有抢过香菇？没有，没有抢过，没有。这个游戏很好玩。抢菇，抢香菇啊！抢菇啊！超级玛丽啊！你知道香菇什么吗？我知道，知道吗？知道。你们抢过？海天买菜看的来哥，吓到一身汗。抢菇啊，会在一个柱子上面涂的都是很滑很滑的油、啊，那叫牛油，那叫牛油。然后要然后要上去抢一个东西，谁先爬上去就赢。对，这叫抢菇。Okay, 是夏天，通常都在中元节了。对，爬不上去就想哭了，一条命。头快肿起来！你到底在台湾待过几年了、啊？三年。不是在小学出去的吗？中间站好，中间站好。什么时候会做这些事？选项是冬天还是夏天呢？普渡。普渡，普渡，普渡。哎，那两个人。哦，对，潘老师都没掉。你在干什么？你们两个怎么都不跳？你知道普渡是什么吗？普渡我不知道啊，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待过台湾。你是没有待过台湾？对啊，我不台湾不熟悉。你刚出院对不对？从小他刚出院，那不一样。从小关到绿岛没出来过。一条命，一条命，中间就位。换题目哦，前后换位置啊。这题目太简单了，太简单了。刘雨柔，就这样。题目是。以下物品是什么形状？条状，或者是球体。OK， 哦，听好了，绳子，叫快一点呢、哦，辫子，橘子，梨子，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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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茄子啊！大家坐雨天不懂，坐雨天不懂。有一种茄子，坐雨天没有啊？那种比较扁的嘛。可是有一种是两个烤茄子啊，是比较有球体的样子。对，球体。可是我们一般的对台湾认知，茄子都是长的。所以我们现在人在台湾啊，都要入境随俗啊。除非他讲日本茄子。我们有看过日本人辫子绑圆的啊。对，你什么时候去日本？有看过有人绳子他收起来是一带一头的？那五五六六，你会冷静一点好不好？茄子，一条命。茄子 ，OK。来来，物品是什么形状？条状还是球体？茄子，很好。眼珠，七龙珠，七七乳加，三星葱，洋葱。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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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葱长什么样子啊？球状，卷着的头，不揪。这就没有什么日本啊、韩国的问题。没有，就切完的时候可以变条状。片状。魏如过来。没有，当然。你看看你。被骗了。被谁骗？对，被骗了。被香港人骗了。不是啦，被题目骗了。被他搞的。洋葱嘛。对啊。洋葱。我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那个嘛。对对对。想到切好的啦。他们都很希望洋葱是条状，对，多一条一条，因为辣。你去哪里啊？嗯，哈哈，好痛啊！哎呦喂！哇哦！哇！好，靠一个人哦。好，你马上就死了。以下物品是什么形状？条状或球体？三星葱。洋葱，球体，切丝的洋葱，切丝的洋葱，都说切丝，切丝，都说切丝，切丝洋葱，切丝，哎，大佬，跳慢了，你儿子在干什么呢？纠察队，纠察队队长，切丝的洋葱应该长什么样子？就切丝就条状了，条状了，对不对？没什么问题嘛，哈，没问题 ，OK， 好。哇，哦，丝的洋葱。好，很有趣。杨森拿继续啊！老师你，老师走了，老师下课了，好走，洗澡吧，好走，好走，什么反应啊？那什么条件？真的。以下物品是什么形状？条状的还是球体的？苹果、丝瓜、小黄瓜、
小黄瓜丝，彤彤，小玉西瓜，龟壳花，龟壳花，龟壳花是一种蛇。龟壳花是蛇，你知道什么龟壳花吗？我知道，知道，知道。你看到是它卷起来的时候，对不对？对。它看到是它卷起来的时候。对啊，它在冬眠啊。再来一个，鱼友也不知道龟壳花。你也不知道龟壳花，来来，你看到脸是卷的，对不对？卷在一起的。它就是会变一个球体啊。对啊。变个球体。你有没有说龟壳花在走？对啊，龟壳花在爬。在走的龟壳花。就是它在移动啊。哎呦。哪里来？龟壳花都不知道，我知道它是蛇啊。对，是蛇。那你要讲清楚它在干嘛嘛？一个不知道在干嘛的龟壳花，也是条状啊，不然。对。好大力哦！来出兵，出兵。好，换题目。哎呀，换位置。好，换题目了，后面的到前面了。阿诺，来来，往前，往前。我刚刚已经站过前面的。对啊。OK， 漂亮，哪个？他说站前面比较不会被人家影响。我们看他能撑多久。好，好 ，OK。I love you。不会影响我。I love you，I love you。哎，奶哥这个行为在帮你复健，你听得懂？听懂，懂吧？那我们看他能撑多久啊？好，来，喂，题目是以下人物是什么呢？两个选项，卡通人物或者真实的人物。哦，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哦。嗯，或他只是虚幻虚拟的虚构。了解吧，好，对，瞪大了我的眼。小丸子，孔夫子，孔夫子，哪里啊？来，啊，我以为是老夫子。孔夫子，孔老夫子，好的啊，好了是吧？哎呦，才一条啊，是有，来中间站好，好，对，中间，孔夫子。睡美人、潘迎紫、虞美人、小矮人、哎呦、李李人、哇、赵长雄、赵长雄，哦，很吵，好吵，他在聊天呢，我说你很吵，注意，互动嘛，互动。叶大雄、熊天平、王宗平、忍者龟、史瑞克。史努比，史嘉蕾·乔韩森，谁呀？什么东西呀？乔韩森，对，乔韩森，黑寡妇，黑寡妇，黑寡妇，外国人，听都没听过那个演员，演 Lucy 那个女生，对对对，很红 ，Lucy 没有听过，这个真的没听过，我那个年代没有 Lucy。好，我们弄半天，我们好不容易赢你，各位，这一把，以下人物是卡通人物还是真实人物？看好，蜡笔小新、加菲猫、北原山猫、樱木花道、演员美雅、演员美雅是谁啊？他是蜡笔小新，演员新之助，哦，演员爸爸，悬挂，悬挂，悬挂，不知道他爸爸是谁？美雅，演员美雅，美雅，不是美雅哦，是美雅，你是美雅，对，是美雅，是美雅，哎，所以是你念错，是你的问题，对，念错，是你念错，处罚。你念错啊？对，是美牙没错。嗯，真的哈。你想打？我来。你刚才要……我以前有念错过。你也像看我的驾照一样。回到驾照。好数了啊！来，全部站好。换题目。好啊，题目太简单了。来，要简单。换位置。啊，换位置，来喽。题目是腿张开，做以下事情必要的动作是腿张开还是嘴张开？哦，好难。来了，骑马，骑马，很轻松，很简清楚嘛，对不对？嗯、跳马背，哎，吃马肉，很好，吃马肉，吹牛，吹笛子。你张腿吹笛子，这就不容易了。这个可不能随便表演哦。两位射飞镖，对不对？好厉害的招数哦！没有在泰国，会抽烟还会写毛笔啊？
打乒乓球好不好？射气球，射气球，中间就位，你还知道射气球嘞？来，打鼓，做一下事情必要的动作是张开腿还是张开嘴啊？吹笛子，生儿子，嗑瓜子，跨栏，劈腿。哇，你劈腿，你想到另外一种劈腿了、哦、你是不是想到另外一种的了？为什么？因为你劈腿，然后你就嘴巴张开跟他解释说，我真的没有，我没有做这件事情，我没有，是真心爱你，我没有劈腿。我想到那个劈腿去了、哦、我不知道是那个劈腿。他讲的真有道理。哎呀，他的意思是说真的有张开嘴的才算是劈腿。对啊，没有张开嘴都不算劈腿。哇，打死了刘宇，有没有挂？大家应该活不了多久了。来啊，做一下事情必要的动作来了，劈腿，劈头就骂，回旋踢，爬楼梯，有啊有啊，你干什么？后三秒，后三秒，不管你死，但是没站稳也是要处罚。好好好好，爬楼梯干嘛？张开嘴，来，中间站好，不拉我一把，好壮呀。爬楼梯，看清楚，跳清楚，看牙医，玩香蕉船。啊，他不知道，哦，他只知道是香蕉啊。以为玩香蕉，他只知道是香蕉。哎，他玩香蕉船要怎么会张开嘴巴啊？有一道甜点叫香蕉船，你知道香蕉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香蕉船是甜点。啊，好可惜哦。玩心哦，来，喂。做一下事情必要的动作是腿张开还是嘴张开？玩香蕉船，玩心脏病。哎，什么啊？病？你还要用念？你玩心脏病，腿张开就厉害了。你可以这样子，嘿。再开一点。算了算了算了。打我！就剩六位了。好。你还有音啊？你怎么可以讲那么大声？没有，刚刚也是反应比较慢而已。货在里面。哎、欸，我都这样子在玩的。这是干什么？欸、玩心脏病，我怎么不能这样玩？这样玩开心什么？舞蹈系都这样玩的，舞蹈系都这样子玩吗？无时无刻。舞蹈系拉筋啊，拉筋、啊，来来，乖一点，来，傻眼。不是光是这样玩。还有一个。剩五枚，换题目，换位置，耶！哦，可以了，我们叫前面站很久了。哎，我刚刚一直都在前面呢。题目是：以下事情会在哪里做？哦，做。这事情会在哪里做？选项有学校或家里。OK， 你不能说这事情我两边都会做啊，它分得很清楚。好，常理概念上它就这样子分。哎，好，来中间。洗衣服，你好，这才对啊！你好，到学校也会洗衣服，体育课完会洗一下。他手都快扭到了，你好重哦，我把鞋拉干哎，不是，在学校也会洗啊，这样子，同胞哎，好，总结就位。来，题目是：以下事情会在哪里做？学校还是家里？学校家里。期中考。这个算得很清楚了吧？我记反了。刚才说重病，对，重病啊，非考不可。然后那就在家里，那是线上考试，线上考试，模拟的啦，网络。我说过了，是离他很近，是，所以我一直想往那边跳，越来越远了，越来越远了。他玩到第一个开始一直跳，原来你刚总结就位。家里学校，家里学校。以下事情会在哪里做？这学校，这学校家里，这里是家里哈。啊，来，期中考，吃烛光晚餐，约朋友上厕所，煮宵夜，脱内裤，打篮球，打躲避球，打蔬菜汁，待产。
啊，学校带伞啊！你们学校不你在学校时候就常做这种事，对不对？那天刚好八七水灾，对啊，家里面淹掉了，学校刚好在山上，有没有？它是个避难所，避难所，避难所，所以到那边带伞。在家里带伞有吗？没有吧？有啊，医院吗？在家里带伞，在家里带，在家里带伞，没有关系，就算不可能，不一定会在家里嘛。那难道一定在学校吗？学校至少有护士可以帮你。学校有护士，护士阿姨，保健室的，保健室也没有在接生啊。到了吧，对吧？剩下四只哦，来，健康检查。我跳，我跳，跳清楚，快一点，跳清楚。坐月子，玩社团，玩电玩，吃烧酒鸡，你吃营养午餐，投票。投票有喷我们，没有。两个百灵鸡，半颗啊，弄完去。我是舞群啊，你是舞群，跟童话两个在伴舞啊，我们两个额外的职业啊，哦，好难，好难，真的很难得，真的很难得哎，剩四个哎，然后五六 PK 啊，所以说嘛，我们每次都会玩到最后，所以无脑的是谁？对，无脑的是谁？很明显嘛，对，对不对？绝对不会是在场我们两个。不要在这边吆喝，不要这样子吆喝，直接跟孙鞋子讲，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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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近，算了啦，不跟你计较，不跟你计较，好不好？看在你最近很多人的份上，不计较，不计较。往后退两步，前后对调，换题目。哦，题目是。下列物品的供电方式哦，供电的方式大概就两种，一种叫做电池的，另外一个是插电。好，对，很浓。电池在这里，好，插电在那里。OK， 来了，微波炉、电磁炉、遥控器，跳清楚，这该什么东西？我有，我有。前后有距离啊，前后有距离的，跳清楚，谁踩白线谁就中间，中间，好，中间，好，来，题目是下列物品的供电方式：电池、插电，电池、插电，好，来啦，手电筒、冷气、手机。不是，我刚刚一直在想说，好，我要来骗他。哎，这个都，我重心就过去。手机都有哎，手机有，手机都有。看你用多久。对，好了，好了 ，OK 了 ，OK 了 ，OK， 反正我们都撑到最后 ，OK 了 ，OK 了，对不对 ？OK 了。啊，可以了吗？可以了，可以，可以，交代好了没有？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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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我们只是要拼一个不是无脑这件事。对对，我们已经证明了就过了。我们拼是拼这件事。对对对对对 ，OK， 好。哇，石木中，你离他很近，很近啊。现在我们得要抽主持人，好，看你跟谁，好，让谁来夹杀。好，请。请抽两位，两位哦 ，Yeah， 不是一对一，抽一位这样子啊？一位吗？两个，两个啊，二跟四，好，来一个，来接着一个一个来，第一个，第一个，张文琪，完了，好，徐乃麟，哎呦，还笑，还笑了，还笑，来来来来，还笑你啊，还笑，两个刚睡醒了，真是，那很快就死哎，早死早超生，现在。三一共有三题，请注意，三题在这边，念完了你还活着，那就是你的了。哦，好，或者没有念完，那两个都挂了，那也是你的。好，好不好？好，没问题。好来哈，来，题目第一题，题目是：以下事物会出现在哪里？古代、现代、穿越巨人。内容有：衙门、铁卷门。自动门，诸葛亮，诸葛亮，曾国藩。哎呀，他们不知道曾国藩是谁啊？曾国藩，我们只知道曾国成是谁啦。上次才出过一题。曾国藩吗？曾国藩古代啊。我知道，只是我听到前两个字，我就想到你。
我就停在原地。我也是，其实。哎呦，原来一直放在你心里面，哎，这怎么好意思？挂了哎，很难嘞。先别你的曾国藩，曾国藩。曾国藩，哎，哦，各一条命，跟我玩。好难，跟你不要这样嘛。不要这样，不要太。他难得，他难得哎。什么难得？你是主持人，我们总要对不对？帮忙一下，来两边换一下。我难得，换一下。他难得。你难得，他说你难得，他难得，你难得。哦，我难得，他难得。哎，他难得。哎，来了，题目是：以下事物会出现在哪里？古代，汉代，迅猛龙，翼手龙，行政院，怡红院，立法院，狗头铡。哦，太监，青铜器，听诊器，金堂木，好快啊！一幕，哇塞，玩一个心脏跳好快啊！真的哎，你不能在前面，他会参考你的答案。对，你来到前面来，来，我吗？哎呀，该他在前面了。我刚刚他没有到前面。哎，对，换你到前面去了。对啊，好，来了，第二题，题目是：以下事物使用的时候的状态是。使用它的时候的状态有什么呢？使用的湿的、干的，没有干湿两用的。湿的、干的。你使用它的时候，它是湿的，你能感觉到？好，来拖把。哎，这个有点争议了。嗯，还有是干的，干的时候。使用它的时候多半是湿的。哦，使用的时候。哎，拖车、拖线毛衣。哎呦，毛笔、水彩笔、水浒传、肥皂。地上的肥皂，马鞍，马桶盖，马桶刷，哎呀，哎呦，对，用的时候，哎呦，没问题，哦，这么潇洒，帅，欣然的接受，都一条命哦，都一条命哦，人的态度就是要豁达，一人一条，算一条，都算一条，自己俩的，谁挂谁就走喽，来喽。以下事物使用时的状态是湿的还是干的？马桶刷、雨刷、羽绒衣、雨衣、羽毛球、洗衣板。啊！你在干嘛？给搞洗衣板？没有，没有给搞，站不稳。我没有说你身材吗？洗衣板。我好难过，哎，没关系啊，好了，习惯了，习惯了。哎，我尽力了。第二题结束。好，王慧芝，王慧芝，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厉害，生活成人会喜欢566无脑的罪名，但是哪个能让扫地机器人呢？今天就在马上登场。天才冲冲冲！各剩一条命的许梦枕与奶哥究竟鹿死谁手？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二题结束。好，王慧芝，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厉害，真的好厉害哦。题目是：以下这些时候，你讲话要大声还是小声？一定要大声吗？应该很清楚了。哦，拜票，半夜拜票。叫嚣、唱名、看画展、看舞台剧。好 ，Thank you， 徐梦枕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我看舞台剧都很大声的，哇，好看，加油！不行啦，会吵到人家。看你还是人家。对啊。当然看我，你干老爷子！许梦枕成为今天的扫地机器人得主，谢谢，谢谢大家。